也许我真的是你的扫把星，不但把你变成倒霉鬼，连你的家人也被我牵累。所以从今以后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，不然你会一直倒霉下去。哼，什么女人心海底针，我看你们男人心才是回纹针，弯来弯去，扭来扭去，莫名其妙，死合群，叫我滚蛋就滚蛋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啊？陈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是在想要怎么说谎吧？根本就没这回事。真的没有这回事？如果真没这回事，这些照片该怎么解释呢？何群先前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与你的恋情，现在又在背地里跟他前女友 Rita 旧情复燃，你是不是应该出来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，让读者能够认清何群他的真面目？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是谁？需要向你报告吗？你不要拍他了，议长大人，你可能不认识我。让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《E-News日报》社长 CK 梁。E-News 娱乐报社长，原来就是有你这种社长，难怪贵报整天只会爬粪。你以为随便拿几张照片，再杜撰个故事，就能够冲高贵报的销售量？议长大人，您别激动。这几张照片后面的真相，我有十足的把握来证明它的真实性，所以才敢来这里跟陈小诗小姐求证，也绝对不是你所说的杜撰。好，我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。Rita 跟我两个儿子从小就是好朋友， Rita 还是我小儿子现在的女友。年轻人玩玩闹闹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。是大家也知道 Rita 是何群的前女友，谁能够保证他跟何群之间不会旧情复燃呢？你放心，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我跟那人今天来的目的，就是来谈小诗跟何群的婚事。所以，你觉得你那几张照片还有任何意义吗？婚事？婚事？哦，哎，对，亲家，哎呀，您说这样就对了。我觉得他们小两口子应该要先订婚再结婚，这样呢会显得比较慎重一点，你说对吧？啊，对。哎，亲家母，你决定好哪家先订没有，我们好去试试啊。娘家是好小师傅，拍婚纱照之前一定要先做脸哦。我诚心的希望你们口中的婚礼是真的，不过在举行婚礼之前，我会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到时候希望何群跟陈小诗的婚礼还能够顺利举行。社长，我可以跟道歉启事，我替那两个孩子跟全国的读者道歉，跟您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梁社长，我何孟元这辈子没有求过人，我请求你放过这两个孩子，放过何群，他不能够离开舞台。一个意外的假婚约，让我身边的这么多人为我承受莫须有的压力，尤其是小诗。如果没有遇见我，她现在应该还是个快乐的乌龟妹吧。我没有办法帮她打破魔咒，还让她整天因为我而遭受到灾难。我还真是她生命中的扫把星，我怎么能让她承受这一连串的伤害？这一切因我而起，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
陈小诗。我欠你一个解释。昨天跟瑞塔的那个吻，很抱歉。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你。关于昨天瑞塔在医院说的那些话，我不介意啊。瑞塔刚跟阿哲分手，他需要人陪吗？今天报社的这件事情，没关系啊，你是名人啊，这种事情难免。这段时间下来，真的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，很抱歉。干嘛要道歉啊？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人生不就是这么的不简单？可是别忘了，只要笑一笑，没什么事情过不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加油。陈小诗，我要说的是，也许我真的是你的扫把星，不但把你变成倒霉鬼，连你的家人也被我牵累。所以从今以后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，不然你会一直倒霉下去，翻不了身。你干嘛说这个啊？你想要说什么？简单说，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再碰面，不要再碰面了。啊！对不起，我来个毛巾帮你擦一下。你看吧，我真的是你的扫把星，所以从今以后，请你离我远一点，乌龟妹。你又叫我乌龟妹？谁叫你跟乌龟一样，整天出糗，还不到你害的扫把星。所以，我已经说了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好，你说的。走。小诗，小诗。乌龟妹，对不起，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你离开我。你是不是已经做了决定，要放弃跟陈小诗这段感情？扭曲，莫名其妙，死合群，叫我滚蛋就滚蛋，你凭什么这样？